将军要小人还债，小人早已做好准备。你是在勾引本将军？愿者上钩。你不说这顾老头爱子如命吗？那我哪知道他是个亡命之徒啊。据属下所知，令阁的新阁主江卷喜怒无常，手段残忍，行事也是诡谲难测。将军，将军，我要侍寝啊。将军，为什么让我侍寝？我要侍寝。老爷，这魏将军杀人如麻，咱们无助的身子骨落在他手里会死的。现在立刻马上必须要出宫。将军不计前嫌救小人的家人于水火，如今又对小人如此疼爱，小人真的无以为报。不用报了，我真的不需要你报。在天愿做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，只要能和将军朝朝暮暮长长久久，顾明珠什么都愿意。他定是看如此轻易就得到了本座，便腻味了。只要将军不和离，你永远都是将军府的男主人，唯一的卫护士。供奉云雨这件事，为父得专心。